could agave soccer。 第五章，离心尘之概要。 Physimatis and Gahavipaga 结一序文。 The season Even poverty yam diara Poverty and Gahonama and I am Danny Fukai。如是以在生命期里的心路过程说是经真起之概要。如今当一节生时刻说是心生起之概要。节义入读说明，在一章里解释了心流活跃的一面及于生命旅途里的心路过程。在这一章将解释不活跃的心或离心路程心。虽然作者在序文里只说及节生时刻 Sandayam， 但此章已较为有分心与死亡心的离心路过程心。节二列举类别 Katabomiyo Katabitapazanti Katari Kwani Katadamaran Apati Ca Titani Onvisatis Katari Katakoni Vaditabani。 于离心路过程之概要，当知有四个四如下。一四生存的，二四种结生，三四种业，四四种死。节二之注读说明，离心路过程要以解说整个宇宙的分界位置，列出了每一个生存的当中的诸界。见表五年一月，在解说各种离心路过程心前，作者先分析诸生存的因为阿毗达摩论外在世界是内界的反应。这并不是指阿毗达摩论把外在世界说成只是由心想象所有，外在界是的确存在与真实的，然而诸时常视之外在世界，而且各种不同的心决定外在世界如何呈现。心与世界互相靠，且及其错综复杂的交织，直至宙的构成与心的层次相符。由于他们是符的，了解他们其中之意有于了解另一者。有情死后生至某一界，是因为他在前世造下了能导致投生至哀界的或新的业力。每一界特定的结身心相符，而该心则继续在仪式当中升起，未有分心，直至亡为止。是当欲界业成熟时，会引生欲界结生心，而产生了欲界生。当色界业成熟时，它即会引生色界结生，而产生了色界生命。当无色界业成时，它即会引生无色界结生心，而产生了无色界生命。如佛陀所说，业是田地种子，即可爱是水分，情受到无明蒙蔽，受到可爱的心，将会导致投身到另一个低中不等的生命界。中部 A 三以七十六斜线 I 两十三，由过去业锁定心之子调到相等的生存力生根一起。
潜在业力生长。四生存的 Bulikaka 结三宗 Tadap Yuli Kaumei Sugatik Yun Rup Vakara Buli Rup Vakara Yuli Cai Ten Yong Katasso Buli Nam当中四地是一恶去的，二欲善去的，三色界的，五无色界地。结三支柱读说明四的，虽然在此分别了恶的与欲善去的，但如在结五里所指出，其实他们都是欲的一部分。结四恶趣的 Api Apuni Lunar Tirakoneoni Patifiseo Asura Koca Titanium Api Apuni Ketubita Hoti 中恶趣的有四个部分，即地狱、二畜生道、三恶鬼道、四阿修罗道。结四支柱读说明，恶趣的直译文 毫无 APA 快乐爱啊。这是对痛苦远远超越快乐的诸生存界的总称。他们是造恶者由于恶业成熟而投身之地。地狱根据佛教，地狱是最下的生存的，是最痛苦之地。据说在地狱里的众生从投生至死亡的期间里，不断地遭受自己的恶业之果，完休息的机会。诸论师说其中有八大地狱，而其中的痛苦一个比一个更剧烈难受。他们是等活地狱 Subsivation 狱 Kalesata众合地狱 Sanhata 豪地狱 Va 大豪教地狱 Maharava 燃烧地狱 Tapana 燃烧地狱 Mahatapana 阿鼻 Avasai 当阿鼻地狱最下层级最为恐怖。在每一个大地狱的四方各有四个小地狱，因此一共百三个地狱。畜生道，畜生道是诸恶趣的之一，因而果报而投生到该道里。根据佛陀，造恶的人能够投生为畜生，而畜生也能据所累积的善业而投生为人，甚至投身为天神。虽然畜生道的痛苦比喻那么悲惨，但由于其处的痛苦还是远远超越快乐，以及由于在其处并没有适合的时机造善业，所以把它的去地恶鬼道常被译为恶鬼的巴利文类时，常受到饥饿、口渴及其他痛，而无法减除其苦的友情。恶鬼并没的世界，他们与人类住在同一世界，如在森林、沼泽、坟场里等等。义们并不能看到他们，除非他们把己显现出来给人看，或者拥有天眼通的人也能看到他。阿修罗道，
阿修罗包括了几种友情。指出，在恶趣的里的阿修罗是与恶鬼自长期遭受折磨的友情。应区别恶趣阿修罗和在33天与诸神斗争的罗，后者是属于33天的天神。节五，欲善去的 Kaisukatayuni Mesa Ketamaharahaka Avatimsa Yama Tasita Namanarati Paranimatavarti Ca Titan Kamesukatayuni Sativahati ApenI am a kid that saving top I conquer humisi Eva thanks and gokati 欲善去的有七界及人间二四大王天三三十三天第四天四摩天五兜率天六华乐天七阿化自在天这十一界组成玉帝节五之注读说明人间之一阿利维纳斯是拥有锐心者由于人类的心非常敏锐这领到人类比其他生更造作较强的善或不善业。人能够行直至证悟佛果但也能够造下是父是母及众的恶。人间是有苦有乐忧愁愉悦参半之处但由于他提供了获取最上乐的机会所视为善趣。四大王天接下来的六界十界天诸神处在这些界的寿命比在人间里的长所享受的娱乐也比较美妙但这都是 无常的四大王天依四方而有四个分界每一分界皆由为天王所统治而其居民都是属于神的友情在东方持国王 Atharva 统治甘达婆 Gandhava 及天界的月神在南方增长 Farohaka 统治守护神 Anhanda 及守护森林山野宝藏的守护神在西方广目天王 Firepaka 至诸龙神 Naga 在北方多闻 Fana 统治诸夜叉 Yakha 33天据说只有33位把自己的生命献于他人的福利的善男子此后他们升至该天界成为该界大王与二小王如是该界即因此而得其名33天该界的大王是第四天王名为因陀罗 Indra 该界首府善建 Sudhasana 里的最圣殿 Vijayanta夜摩天等等这些界是一层比一层高夜摩天是极乐之境其王是善夜魔王有缘吗或夜魔王有吗兜率天是菩萨成佛之前最后一世的住化乐天 Namanati 的天神能随心所欲造欲乐
他化在天 Animal Sovereignty 的天神不能自造出娱乐之物，但能够控制他人所造物而取为己用。节六四界的 Rupavakarapani Brahma Parisajat Brahma Purohita Mahabrahma Siata Tani Ampatamachanakyun Paritapat Apamanapat Apasarasi Tani Amdutiyat Jayhanakuni Paritasapat Apamanashupat Sapahinhasiatai Ampatayachanakuni Vihupfala Asabesata Sivasi Aitan Onkel Thachanakumi Titani Omrukavakara Kumi Sola Savit Hahoti Avihat Atapa Sudasa Sudasi Thasi Aitani On Sudhivasakumi Pavavit Hahoti 色界的有十六界即移出禅的梵众天、梵辅天及淡天。二、第二禅的少光天、无量光及光阴。三、第三禅的少净天、无量净体遍及天。四、第四禅的广果天无想有情定居净居天又分为五层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及色究竟天节六之注读说明色有十六界色界地是那些在身前已修正的某种色禅，而且至死时都没有因懈怠禅的人，人死后投身所至之地。此的依经教的禅四分法分为四层，在经道理及四禅，从初禅转入第十，时舍弃了寻与四两禅之，如是经教的第二。第三及第四禅个别相等于教的第三、第四及第五禅。四禅的当中的首三个各在三界，第四禅的则在分为五界。章节毁解是投身至禅那的原则。五净居天 Sattva。是只有以得三的阿那含才能投身之地，投身该地者不会再回到较下层的界，而肯定会在该地证入般涅槃。表五年一月三十一届的寿元，四色界的三十一飞飞飞。想处八万四千大劫，三十所有处万大劫，二十时无边处四大劫，十八空无边处两万劫，十六色界的第四禅二十七色净天一万千大劫，二六善见天八千大劫，二五善善见天四千大劫，二无热天两千大劫，二无烦天一千大劫，二十二无想有情天五百劫，十一广果天五百劫，第三禅二十遍天六
十四大劫，十九无尽天三十二大劫，少尽天十六大劫，第二禅十七光焰八大劫，十六亮光天四大劫，数少光天二大劫，初禅十四天一终结，十三梵辅天二分之一终结，十二梵众天三分之一终结，十一的御善具的十一他化自在天一万六千天年，十化乐天八千年，御天四千天年，八夜摩天两千年，七三十三天邪现第四天一千天年，六大王天五百天年，能不定恶去第四阿修罗，三恶鬼不定，二畜生不定，一语不定，七无色界的 Rupifakarahumi AsanabkayatanaHumi FibabkayatanaHumi KipkabayatanaHumi and Afasabon AbayatanaHumi CATIAMARU PAPHUMI KATABITHAHOTI 无色地界有四层级，一空无边处，二实无度，三无所有处，四非想非非想处。节七之度独行，这四之那些临死时还拥有无色者，死后投生之地，每一无色禅导致投生到相符的戒。结巴一人 Ajayan Na Na Lapan Isa Asa Sotana Ca Sakada Gomano Ca Pai Pagala Ariya N Opala Benti Asabapai Apumasu AsaLa Pantioria Naria Pi Ca 静居天理无凡夫，亦无入流我一孩，圣者不生无想天，亦不投生至恶趣，余地圣者凡夫皆可见。Item at Sabonikotikon 于子，这些是四谛四种结真 Patisankata 结宗览 Apipatisandi Kamasukati Patisandi RuparaPatisanti Arudivakara Pisanti Ca Titani on the beat Hahoti Patisanti Nama 结身有四种，即一恶趣结身，二暗趣结身，三色界结身，五色界结身。即时恶趣结身 ，Sakusalavapaopakasohagatsantiranamaya， 不米元谋康提肯帕提森提哈法佩托恩巴，根帕里尤森卡夫恩哈法法基杰海，阿亚米克菲。Apai Apatisandinama 其中
在投身至欲得的那一刻，不善果报舍俱会度心，成为劫身心。随后即沉入有分，最后再成死亡心，即被切断。这是唯一的恶趣劫身。劫一，欲善趣劫身。The love for pack, opaque or had gutta, satiran and panama, sugar tie and manasynopsy, if a jet had him at satan and bombasynopsy, a finny patty casser and tea sent he, bavanga, cutie face and a pavatati.More have a pack of knee pen, a sabbath up I may soup. I am pat and tea, bavanga, cutie face and a pavatanti. May not fuck on may sugar ticket to send Diona mud. A pen. I am that saved hop I cave a car.Carapetus and Tissi, Eva Sassum, Gakati. 善果报舍俱推度心，成为欲善取瞎眼等天残缺的类，某些的神与某些阿修罗的劫身心。果报心能作为一切欲善取的劫劫身，有与死亡心。这九种是欲善趣的劫身。至此所述的十种是欲劫身。劫十至十一之注读说明。对于心执行劫身有分及死亡作用力解释，见第三章节九。瞎眼先天残缺人类，在此的 ADR 是指包括先天耳聋、残废、弱智、痴疯及生中性、双性与无性的人。朱洛师解释，先天瞎眼是指其余所成熟的业少福而产生不能发展诸眼的劫心。这一词并不包括那些在他发生意外或患上某种疾病而导致迟疑瞎眼的人，因为这类瞎眼也发生身心二阴与三阴的人。对先天耳聋等的原则也是如此。对于一些残缺的人，他们的劫身心肯定是阴的，而其残缺则早已伏在引致投胎的业。某些的神，佛教有说及一住在上而住在地界的神，他们多数在偏僻之如森林、山岳与塔或寺，这些有以称为神 Bhamadeva。 这一类福报比较大的神可以有二阴或三阴的劫身心，通常有一些随从，而其中有些是福报微小、生活困苦的神。根据列迪宝，劫身无阴神级即是这些神，即某些阿修罗。据说这些有情村里或村落的附近，以村民气的食物，在没获得食物时，他们也会附上人魔人类。至此所述的十种依十种执行冤的心而得十劫身。
结十二欲的理的受缘。Aternum mapanam manus sanam vinipatia suranup caam mana agonane anayamonatha Damaharahakanam panadevanam dipanipapka vasasani aapam Manos agonane anavutivasa sikisasab pamanun hoi Tato kato ganun tavatim san tato katanun yomanun Tato kato ganun tasitan Tato nimanaratinam Tato kato nungan Matavasavatinam devanun aaman Navitapsi, ekavisavasanam yotatha Thasasatisahasanisathasavatisu 四恶趣里的众人类及堕落的阿修罗的寿元没有固定的见自大王天的天人的寿元是五百天年里的寿命来计算则是人间的九百万年三十三天的天人的寿元是热属第四类夜天的天神的寿元则是三十天里的四倍兜率天的天神元则是夜魔天里的四倍阿乐天的天人的寿元则是兜率天里的四倍他化自在天的天神的寿元则是化乐天里的四倍依人类的寿命来计算他化在天的天神的寿元人间的九十二亿一千六百万结十二支柱读说明固定的界限在四恶趣里受人的差至非大这有是导致投身至该德的恶业有极强此有些众生只在地狱受苦几天然后即投身至他处但有些则居在该地忍受种种折磨好几百万年在人间里人的寿元可以只有中又可长至上百年根据佛教的平均寿元是不断的变异低是十年最长则是无数年千年分别论节一零二说在四里的一天日等于人间的五十年三十天日即是一天月十二天是一天年在三十三天里的一天日等于人间的一百年夜魔天里的一天是人间的两百年如每上一层天的长度即增加一倍节十三则戒节身 Mujhanavipakompujhanavomiyampatsanthi,Avengot,Cutivesanapavatati Tathatiyukhanavipakompujhanavikapsiyukhanavumiyankutsat Tanavipakomtatayana,Bumiyan,Pavachanavipakomtatayana,Humiyan.Asabesatanarupamifapatiyantiyati
has a tato param pavyam kavanaka eru emiva pavanarich hurti. I am a charu pavakura putis dioma. 初禅果报心生起于初天位结身与死经。同样的，第二及第三禅果报心生起于第二禅天，第四禅果报心生于第三天，第五禅果报心生起禅天。未结身有分与死亡心，但于无情的法本身生起未结身。同样的，在结身处的仪式里直至死亡，也只有在生灭。这些是色界的六种结身。结十四，色界里的受缘。Stop having hanan katasathaka penny, feet falanum a space atana ca, tap kasatani, av hanan kapasahani, a tapanan davi kapasahani, sudas sanam katari kapasahani, sudas sanam athakapasahani, akamathanan slasakapasahani arpamanan.当梵众天的受缘是三分之一劫，梵天的是二分之一中劫，大梵天一中劫，少光天的是二劫，无量光天的四劫，光阴天的是八劫，净天的是十六劫，无净天的是三十二劫，遍净天的是六十四劫，果天无想有情天的是五百劫，无烦的是千劫，无热天的是两千劫，善现天的是四劫，善见天的是八千劫，色究竟天的是一万六千劫。劫之著读说明。劫阿巴，佛教圣典里有提及三种劫。劫、小劫、无量劫、中劫及大劫。一个间劫 Ankara Kava 是人类受缘从十岁读数岁一增一减的时间，六十四间等于地狱里的二十间劫，等于一个中劫或无数劫 Asantayu Akapa， 而四中劫则等于一大劫 Mahakapa。 对于一个大劫的时间，佛有给予一个比喻，有一座长阔离高度皆一游巡，大约七里连港山岳，而有位天神每一把一条丝绸布轻轻地擦一下，如此当作山岳磨平时，一个大劫的时间还未结束。相应部十五比五斜线二一八一一八二。据诸论师形容出禅天里的圆的中劫，而形容少光天及以上的则是大劫。劫十五无色劫身。An arupa dvipaka nipamara pedumasuya thakamong patri santi bhavanga k
cultive sana pavatati. I am a pataso arupa, patasandayonama. 第一无色产报喜。在第一无色产天里生即未解，有分与死亡心同样的鱼的无色产果报心，亦于各自的形象相同的作用。这些是无色界的四种真。节十六，无色界里的受缘。中生于空无边处的梵的受缘是两万劫，生于实无边处的梵天的受缘是四劫，生于无所有处的梵天的受缘是六万劫，生于想非想的梵天的寿元八万四千劫。劫十七总结。Pasanti bhavan gapsatha kavana monasan mivatos f a kavasyapsi a kajitayan 某一生当中的劫身心有分心及死亡心是同的，且原取同一个目标所愿。Item at the partisan ticket 于此，这些是四种结，四种业。Chemicate con一作用 Jana can Upathen bacon Upapai bacon Upagate cap ca titanki Face na 一作用分别业有四种，即一应身业，二支柱，三阻碍业，四坏业。节十八支柱读说明四种此节里的巴利文 chemicate con 亦四种也，但事实上在这一节里会解释四种业，因此依四种析法有十六种业。直译巴利文吗是作为，但在佛教里指意愿的作为。在旧境界的角度来看，也是或不是私心所 Sitana， 因为死是负责造业的心所。佛陀说比丘，我说为业的即是私，由于他的意愿，人们才会通过身口易造业。增之部 A663-35 除了佛陀与阿罗汉的思之外，一塑形心的死都有业。佛陀与阿罗汉造业，因为他们已完全断除了作为根源的无明与爱。然而只要明存在，即使佛陀与阿罗汉也都必须体验熟的过去业所致的果报，直至他们灭为止。业之法 Kamayama
是独立运作的，却所造的业依其善恶而带来相符的果报，即如所种下种子定会依其种类而长出果子。在诸缘具足时，业即会产生其果，及果报心与心所以及业是色 Kama Samasana Rupa。 用业执行各种不同的作用， Kika 在此提及了四种业能，在不同执当中一个或多个作用。令身业 Jhana Kakma 身即一辈子里产生果报心，心所与业色的善或善思，在结身那一刻令身产生结身心以及组成新生命的时的业身色，在世之中他继续产生其他果报心与业，例如五根性根色及心处，只有在临死时成熟的业才能产生结身，但一切善与不善业都能在生命生起果报。通常执行产生结身的是足道之业或完成作为之业，但未足道业能够执行产生结身。表五年二月，四个四种业总览，依作依成熟的次序，依成熟的时间，依成熟之地，依令身业重业现身熟业不二之助业临死业次受业欲界界三足爱业贯行业无尽业色界善业四毁坏业以作业无效无色戒善业支柱业 Upasambhakama 机会成熟已产生结身的业，但他支柱业延长后者所产生的善报或恶报，或是支后者所产生的五蕴，例由于善的令身业成熟，某有情投身为人，支柱业协助延长其寿命以及确保他健康衣足时，反之当不善的令身业带痛时，其他不善业则可能支柱他以料无效，因而延长了。当某有情由于不善的令身业而投身为动物时，支柱业被缘该恶业产生苦果，也可能延长其寿命，令到不善果报因之流更长久。阻碍业 Upasambhakama 此业也是没能贞洁身之，但能够阻碍令身业以反后者的善或恶报，即使令身业在去造下时是很强，但在业的直接之下，它即不能全面的产生它的果。如在阻碍业的影响之下，原本能至同到高等善去的令身业，便能导致投身到较低等的善去，能够导致投身到高等家庭的令身业，变成只能导致投到较低等的境，原本能带来长的业，变成只能带来短命，原本能带来美貌的业，变成只能带来平庸貌等。反原本能够导致投身到大地狱的不善令身业，变成只能导致投到小地狱或恶道。在一生当中，可看到许多是阻碍业造见，例如
在人间里，种业会阻碍业属运，而支助恶业成熟，导致个人带富有等面遭受损失与痛苦。在去里，阻碍业则可能对抗令生业而一些快乐，毁坏 Upagata Kakama， 此业可以是善，终止了较弱的业，不令他去产生果报，而引申自己的。例如，某人身为人领生业，原本能够带给他受，但毁坏业的出现令到他早日夭折。根据列迪长老，毁坏业也能终止眼耳等五根作用，导致眼耳聋等，也能够导致变性。阿毗达摩亦广为令生业及毁坏业之间的分别所的解释，是令生业在引申己的果报时，并没有终止其他业，而毁业则终止其他业的果报，然后产生自己结生果报。但阿毗达摩亦广释提到的其他论师则认为，毁坏业完全没生自己的结生果报，他只是终止其他业果报，然后让另一种业有机会产生的结生果报。列迪长老举出了故意杀生作为例，以阐明业如何执行上述四种作用。在某人杀了人之后，到该业没有被在临死时成熟，已产生结生，还能执行支助、阻碍与毁坏三种作用之一。他能助其他恶业成熟，或阻碍善业成熟，或终止善业的效力。当杀生业获得机会成熟时，每一个杀生皆能导致投身到诸恶趣。过后，当他没有能力再导致投身时，他还是有执行其他三种作用，甚至未来的十万大劫也都还有效。劫十九，一成熟的次序。Rukam, Asanam, Asanam.Pakaldana, Pariyana 一业产生果报的次序，业有四种：一种业，二临死业，三灌行业，四恶业。十九支助读说明：一业产生果报的次，这一节是关于各种不同的业产生下一世的结生的次序。重 Rukama 这种业非常的强，必定会产生下一世的结，没有任何其他业可阻止它。在善的方面属于重业的视察，在不善的方面属于重业的有罪业与不能改变的邪见。五见业 Anantariya 吗？是父是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分裂散。若人培育了禅那，但在过后任何一种逆罪，其善业即会被该恶业阻止，且后者必会成熟而导致下一世投身恶趣里。例如，佛的表兄弟提婆达多深具野心，想要代替佛陀领导僧团，而在
头一升起，他即因此续了神通。过后他再伤了佛语，导致僧团分裂，而因后者死后堕入鼻地狱。但若人心造了任何一种罪，他过后即不可能证得禅那或出天法，因为该恶罪形成了一种无可靠的障碍。至为何当阿舍世王在听佛开沙门果经时，虽然拥有一切证悟传道的因缘，但却不能证得须陀道果？因为他之前已杀死了自己的父亲频毗沙鲁。临死夜 Asanakamma， 这是在临死所忆起或所造之，也就是在临死塑形心路过程即将升起之前所忆起或所造之业。若性格恶劣，临终时忆起以前所造的善业，或在当时造了一件善业，他即肯投身至善去。反之，若有个善人终时起以前所造的恶业，或在只造了一件恶业，他即可能投身至恶去。这为何在佛国家里提醒临终者以前所造的善业，或劝他激起善念，已成为一种传统。在有重业之下，一般上所造的临死业即决定下一的投身至那里。这不意味该人能够免除以往所造的善业或恶业。在具足时，这些业也能够产生他们果报。惯A Sanakamma， 这是习惯性时常造的善或恶业。在没有业与临死业之下，一般上种业即会决定下日投身到那里。以作业 Katakamma， 这是所有不包括上述三的业。在没有上述三种业下，这种业即会决定下一世投身到那里。节二十一成熟的时间。第三天尼言 APJ After 尼言 Apara Pari of 的尼言 A Hose Comap CA Titanium Pacock is notCaterikoni Nama。 一成熟的时间业有四种：一、现身受业；二、次身受业；无尽业；四、无效业。节二十之注读说明：身受业第三天 after 要 come， 这种业必须在他被子那一世里成熟。若在该手具原已令他成熟，他即便无效。根据阿毗达摩论，在同一个心路里的塑形心，第一个塑形是最弱的，因此只能在被造的那一世带来果报。自身受业 ，you pay for journey your karma， 业必他被造的下一世里成熟。若在该没有具足的缘已令他成熟，他变成无效。这是由心路过程里的第七个心所造，该塑形是第二弱的形。无尽业 Apparently of the Niyakama 全具足，
这种也能够从他被造下的地以后的任何仪式里成熟。这种是由过程里的中间五个宿行星所，而且只要还在轮回，它即永远不会变小。没有任何人能够免除体验无界的果报，即使佛陀与阿罗汉也不例外。无业 Ahosi Kamma 这一词有指是那一种业，它可以是没有获得具足的原成熟现身受业及次生受业。对于诸阿罗汉，只能在未来世成熟的业都变道业，因为他们在当世即会证入般邪念一成熟之地。Kusalam, Kalmeva Karakusalam, Vakara Kusalam, Arupu Vakara Kusalap Ca Titan Paka Navesna。以产生果报之处，业有四种：一不善业；二欲界善业；三色界善业；四无色界善业。不善业与善业，结念不善业。Tsakus Alan Kai Akemen。Fasu Kemen, Meno, Kemap Ca Titanin Kemarve, Snativit Hem Hoti。 当中依造之门善业 有三种，即身与业及意业。 Kathan Penotipato Adinlaganan, Xumachikaro Ca Titanion Vibati Sankate Kai Verbahalatato Kai Akemun Namat。 如何？杀生、偷盗及邪欲乐邪淫是身，一般上是通过身门发生，而名为身表。Vay Pasunavaka Farisavaka Sapalo Posi Titanion Vasi Vibati Sankasit Verbhava Tato Vasikamem Nama。 妄语、两舌、恶口及绮语、讲废话是语，一般上是通过语言发生而名为语表。Apichfiapado, my tradices caniom, abachpi vibati amanas mim yahalav, vatato manokamun nam。 然，甜恨及邪见是意业，一般上只发生而无声或语表。结念二之注读说明，列出了二十种不善业之道 Akusalakama， 其中三种是身业，四种是语业，三种是神意业。首七种是智实行各自作为的私心所 Sitana， 无论该作为是否已完成，该死都是不善的。但若已完成其作为或已达到目的，如达到令受害者死亡或完成或他人的财物等等，他们即成为足道之业，已完成作为之业。一般是通过身发生，关于业它是经过造。生门 Kaidvara
即是声表 Kive Vibert 是一种新声色法，而通他人们得以把在他们心争起之表达于外，见第六章子说，一般上 Bahalava Turtle 是一可以通过言语达成杀生或偷利令他人做，但这种业还是属于深业。与门 Zephara 与门即是与表 Fibrity 是一种心声色，而通过他人们得以把在心中升起之思表达言语。第六章节四，虽望语亦能通过身体进行，譬如通过书写或打手势，但由于主要是他们门，所以他们还是被称为也。贪婪等一般上最懂业知道只发生真理，而没有达到通过身体或言语表达于这种业，称为通过一门 Novara 发生，而一门则是一切心的总称。贪 Apicha 是贪心所生起希望获得财物，即使已对他人的财物生起了贪念，但若还没有获得财物，他还不是足道之业。田恨 Fire up 至田心所，当生起为他人遭遇危害与苦难时，他即已成为足道之业。邪见 My Chandler 当接受有所道德，即没有因果业报，认为正直，他即成为足道之业。在经中常提三种邪：一、断见 That he cut this， 此见否认人还会以任何形式存在，因此不承认业有善。二、无作见 Akiria this， 此见认为不能产生果报的，认为一切业都是无的。三、无因见 Ahatua this， 此见认为没有或尽化有情的因缘，所以有情是由于偶然命运或需要而被污染化。结念三一因根与心 Tianatik Ofaris of a Kavai Apado C.A. Dosen Yuna J.N.T. Kami my chukCarol Apicha Maitra This is Sia La Penuna Sanseni Atari Pipe Imula He Sam Aventi Sit up a do face now pen At a Makus Aluna Atha Pipe for that save it Hem Hoti当中杀生恶及田恨田因而生，贪婪及邪见自贪因而生，其余自干两因而生。一心的组别此不一共有十二种。结念三支柱说明言说，恨是田因的一种呈现方式，贪婪心的一种呈现方式，邪见是邪见心所的一种呈现方式。如是这三业之上述三种心所，
其他七业之道则是与不善因同时升起的私心所 Sitana。 虽然有时候贪可以是杀生的潜在动机，而可以是邪淫的潜在动机，但在阿毗达摩角度来说，导致切断其他情命根的思肯定是拥有甜因甜恨其他友情的存在，而导致犯邪的思拥有贪因及想要与不如法对象行淫之语，导致造作偷盗妄语两失，则可以是与贪或甜相应。一切不善之道肯定与痴因相应，善业是十二不善心，于此则是整个心与相应心所为业，而不是只是思为业。结念四欲界善业 Kamakara Lumpai Kai Verpavatam Kaya Kaman Facet Verpavatam Facet Kaman Manover Pavatam Mano Kamapsi Any Unkamad Varavais Nativit Han Hoti。 依造业之欲界善业有三种，即属于生门的业，属于语门的语业，属于意门的意业。 Tathena Sila Bhavanavis Sitabhaduvis Nape Atamathavidhanhi。 同样的，依布施持戒与禅修亦有三种，但心的组别则成八种。 Dana Sila Na Apex Iona Feofaka At Idona Patanumodana Domosovana Damates Djaju Kamevis Nadasit Hanhoti。它可以为十种，即布施、持戒、禅、恭敬、服务、分享或回向功德，随他人功德、闻法、弘法及正直己见。Hampan at visitivit hampai mevakara kamum icc eva sanksam gok。这一切种不善与善业称为业业。结念之注读说明：依造业之门子，依造业之门列举了十种，三种善生业是远离三种不善生恶行，四种善与业是远离四种不善行，善意业业是无贪婪、无甜恨及正见。于旧界首七种是两种离心，即业心所与正与心所，以及与该些离所同时升起思心所。后三者是于三因，即无贪、无甜与无痴。同样的，依布施一般上于此所列三种十种善业被称为三种及十种，是造福的基础。这善业通过八大善心所造，这一切二十种这些善与不善通过十善心与八大善心所造。结念五色善业 Rupakara Kusalampana Manokamamiva。
tap c a babanama yam apanapatan yhanan gadan. Apapa, fithunti. 色界善业纯粹，属于一门。它是以达到安止的修。依诸禅支的分别而有五种。结念六无色界善业。Tempai bavanama yam apanapatan malam nathanakate Bidhanhoti 同样的，无色界善业纯粹属于它是到安止的禅修，依所缘的分别而有四种。结念五至念六之助读书名，依诸禅支的分别而有，这是五色界禅那。依所缘的分别而有四种，这是四无色界定。业的果报，邪念不善业的果报。Like a mammoth that carries heat and a pyre, pull me and practice and hunt twenty. Perfecti and pana sabon by fault. That save it him set. If you saw a cunny sabot sapai come look root, paloc ca yuthra hem vipakuti. 除了钓鱼之外的不善业都能产生投生至恶劫身，但在生命期里，一切十二不善心都能根据情况在欲界或色界产生七种不善果心。结念七之助读说明，除了钓鱼外的不善业，钓举相应的吃善心是最弱的善心，因此不能产生劫身。其余种不精都能产生作为精，有分心及死亡心的不善果报推精，以令有情投生至四恶道。所有种不精都能够在欲界有情的生命期里生起七种不善果报心，即五十领受心与推度心。在色界里，他们则只能产生四种不善果报心，即除去鼻、舌、身三根识。结念八欲界善业的果报。I call me Sugatai Yamiva at Saint Hunjanti, Tatha of Tiyup CMO have a pakuni. A hatu of a pakuni panalasa pi sapsa kam lokru palok si yuthur ahem fi pakuti. 欲界善业能产生欲界劫身，也能生命其理生大果报心，而根据情况，它能欲界、色界任何地方产生八种无因果报因。结念八支柱说明，在九余三十，作者将解释每一种善心及其能产生果报心之间的关系。大道心能以四种方式出现，结身与死亡三种离心路过程作用，以在心路过程里执行彼所缘的作用。八善无因果报心是五十领受及两
微度星，后者能够路过城里升其位所愿，而当中舍的推度星也能够先天残的有情理执行劫生与死亡星的作用，所八种无我报星都能在欲界里升起，但鼻舌与身三种之病不能在色界里升起，因为色界有情缺少那三种根本。结念九善果报几根 Tathapai to Kama Patham Kusalapai Tong Pat Tisandhun Tathapavat Solasafi Pakakuti于此，殊胜的三因善业能够产生，也具有结身，而能在生命期里产生十六种果报心。To come, Om come, fight to come, Akathap, Kusalam, fight to come, Patis and Hun, that fap to Kura.Hate need for that supply they pack a need pack a tea. 第一列三因善业及殊胜的二因善构成，具有二因的结身，而能在生命期里产生十二种果报心，即除去具有三因的果。If I to come, oh my come, Panacus, I learn they had to come, if I didn't hurt me. Pervert CAA had to cover Pekin, if I did. 然而，低劣的二因善业只能够产无因，以及在生命期里只能产生无因的果报心。结念九说明，殊胜善业依生果报的能力，善业可分为殊胜与低劣。殊胜 Arkatha 的善由清净无染的心所造，而且在造之前言语之后皆有良好动机，不施以如法获取的财物给折行的人，而且在不施之前与之后都感到欢喜。造善之前言语之后，若心受到污染，譬如自赞自许、贬低他人，行之后后悔，该善业属于低劣。Oh my God.具有三因的真等等，在欲界里，这指其真心是四种智相应大果报之一，能在生命期里产生的十六种果报心及善无因果报心及八大报心，十二种果报心除了四种智相应大果报心无因的结身者，具善果报推度心。结三十另一种见解 Karam Sasan Karavipakoni Na Pakoti Sasaram Asan Karavipakoni Titani Akona.To send for that pakoni does a sa yon. You say for the nusurna, you say same have marks. 有些导师说无形心不会产生有形果报心，而有形心不会产生无形果报心。据他们上述所讲的，
果报新升起的次序是十二、十及八、及三十之注说明。有些的说，不于结念九对果报新的见智有古师三藏小龙长老 Tipitaka Kulanagara 所提的，也是广为诸阿毗陀论受的见解。作者在三十记录了大护法长老 Mahadamarakatasara 一派所持解。该长老是直系拉瓦毕四 Maravapi 的阿毗达之十二、十一。此见解无论是在结或在生命起理，无形善心都只产生无形报心，而有形善心则只能产生有形果。这就是说，在生命起理一种有三的殊胜善心都只能够产生十二种果报及八种善无因果报，以及第四种与该心本性是无形或有形相符的无形或有形大果报心。每种一级的善心都只能够产生十种果报心，即八种善无因果报心，以及两种与该心本性是无形或有形相符的无形或形二因大果报心。对于最弱的善心，上两种见解是认为它只能产生无结身心，以及在生命起理只能产生八无因果报心。萨一色界善业的果报 Rupi Vakus Salam Panapatan Chanan Paritan David Fabromaris The Jesu Apajanti Tadi Vamheim M. David Fabrom Duro Heights Tem David Vamma Brom 观色界善业培育出禅道圆成度的人投身到梵众天，培育他到中等程度的人投身到梵天，培育他到上等程度的人投到大梵天。Taduti yachanan tatai yachanan paritan Bhava paritapyasu Mahimam Bhava apamanapyasu Panatam Bhava abdu同样的，培育第二禅及第三禅到有限度的投身到少光天，培育他们到中等程度的人投身到无量光天，培育他们到上度的人投身到光阴天。 K2 Fajhanan Paritan Bavatitis The case Matthew High Member FallApamonish you case and attend David for stop hacking has 培第四禅到有限程度的人投身到少极天，培他到中等程度的人投身到无量定，培育他到上等程度的人投身到遍净天。Have a matan David for the hopefuls. Taddy was a bavira again David for the besatus. All now g o n e n o penas who they su a p a s j e n i 培育第五禅的人投身到广果地，培育对想业的人投身到无想有情天，
但阿那含则投身到净居天。杰萨一支注读说明：色界五色禅的任何一种禅那都产生其层次相等的色界果报心，此心是该善心所产生的唯一果报心，在修的变阶段升起的是欲界善心，因此他们的果报是欲界果报心，而不是色界果报心。界果报心执行三种作用，即结生、有分与死亡，也就是说它升起心路过程心，而不会在心路过里升起。除了出世间果心之外，一切在过程升起的果报心都是欲界心。每一种禅那心都会导致禅修者投身到与其层次相等的色界天。然而色界天的层次是跟经教的四禅一样，只有四禅而不是有五禅天，因此论教禅那五分法二禅及第三禅都导致禅修者投身到第禅天及与经教的第二禅等。在下三层色界天里，每一层都各分修习的禅那是属于下中上程度禅修者投身到不同的分界，本身有分为三种修习的层次。禅是依其心所组合而分类，而且论是下中或上等程度，他们的组还是不变。然而修习的程度关系到该禅心导致的能力，因此每一层天都依次投身的能力而有三种分界。临终时还有能力证入几种禅那的禅修者，他以随自己的意愿投身到其中一个自己喜欢的界天。例如他还拥有八定，他可以选择投身到界天，也可以选择升到层次较低的无色界天。培育地禅第四禅界的原则与首三禅天不同，只要以如常的证的第五禅无智凡须陀环或斯陀含，亦无论及那是属于下中或上等层次，皆会升到广果天。然而有些凡夫为是恶难的根源，此其心对想怀着强厌离感的培育第五禅，与其第五禅心受希望想执之愿，他们死后即投身到无想有情天。在的一生里，他们纯粹只是有生命的色身，即由九法具组成，见第六章结涅阿。但阿那含则投身定居天，据说他们投身到五界是决于他们较为显著的根性更强的阿那含投身到无梵天，强的阿那含投身到无热天，念根足的阿那含投身到善现天，定根最强的阿那含投身到善慧最强的阿那投身到色定天。虽然只有含才能投身到净居天，但阿那含却不一需要升到净居天，可能净居天是拥有阿那含才能投身到其地
拥有较低层次禅那的阿那含投身到恰色界天，如何所有的阿那含必定投身色界天，因为他们已断除了导致投身到欲界的欲欲对欲的欲求 Kamaraga。劫萨二无色界善业果报。培育无色产善业后，他们投身到与正德的禅那层次相等的无色界天。劫萨二支注说明，是说对于正德控无边处禅的人，只要死时都还没有因为懈怠或其他障碍而失去该禅，他被投身到空无边处。对于其他三种色禅亦是如此，即此时还拥有的禅那会决定他升到能禅天。与色界心相同，每一无色界善心都只能各与它相等的果报心，而该果即在其界执行劫生，有分及死亡三种作用。劫萨三结论。 It's a hard-written problem you assume if I've seen. He said.This impact compact is hit of a T-Yen. 是一界分别的广大不在劫生与生命其里都生相同的果报。Item at Sakamakakon. 于此这是四种业。死亡与劫生的过程 Cutatis 其大四种死亡之因 Aukana Kampana Aukana Upakidakakamuna Ca Titanium Katadamaran Upatrinama死亡的来临有四种，即一因为令，二因为令身业力已尽，三因为上述两者同时耗尽，四被毁业生效。劫萨四支注读说明的来临，一般上死亡的定义是在一世当中的命根 Jivitindriya 被切断，因为寿元已尽，在寿元已定的生存界，这时的友情在寿元尽时死亡，在人间当知这是在老年时的自然死亡。寿元尽此时，若令身业的业力还未耗尽，该业力就还能够导致该友情投身到同一界或更高的色界，在天界里有种事情发生。因为令身业力已尽，这是为令业已尽而死，虽然正常的寿元还未尽过期，他能够延长寿命的条件也具足，寿元与业力两者同时耗尽，那即是两者皆耗尽的死。因为毁坏业生效，这指极强的毁坏寿元未尽时终止了令身力而导死亡。见解十八。
首三种亡民是食死 Columerona 最后种则名为非食死 A Columerona 如一盏油灯的熄灭可以是因为灯耗尽油尽两者皆耗尽为外来之音譬如吹来了一阵风节扫五死之香 Tasiem Marantanam Panonok Kalyothorahem Abhum Hudum Bavan Karpatis and Hygienokem Kemem Fatem Kalmakarana Kalrupadam Up Aduk Pun Yupakarana Hutap Siakanam Fiananantarum Upahuan Manapaf Aktab Ben Yupakarap Hutap Siakin Medum Fiakam Balina Shenam Fiaranam Abaturas Impakat 30对于临终的人在临命终时下的其中一者被呈现于六门之一情况现前的是即将产生下一世劫生二业相即以前造业时所食之色等或以前业所用的工具三获取香即将在下一世所到或体验真杰萨五之注读说明对这呈现于临终者的目标的解释见第三章节十七当知这目标是呈现于临终者的临死塑形心路过程是呈现陷于死亡心在仪式里的最后一个心以及死亡心所实之的目标是与从仪式里的结身心及有分心的目标相同临死塑形的目标过后即会成为下一身心有分心与死亡心的目标结萨六临命时的心 Take RM Tamivatos Athidum Malambanum Arabophic Manuk Kakal Manura Pamparisadum Upakilithum Fia Apita Bapavanura Pats On Nadum Fia Sita Santanam Abin Pavatati Bahalana Tell me for the Panajan Kaputun Kaman Avon Corona Visnad for a Patun Hot 此后便安住于现当前的目标依据即将成熟的清净或污浊之业亦与即将投身之境相符的心流继续流下去也倾向于该境或令真业如重新造作般成于一门节六之注读说有如新造作般 Abhanavaranavasana 是指该业并不是呈现未记忆的影像而是成于一门被有如当时正在造作一般杰萨七死亡与杰生 Pasanamoronasatasavithisipsen Avengot KVFNASNAPKAPANAPHIVAPURIOSANA BUNKUDSITUMAPJITVANARIDI Smemeritivacent Anantaramivatathogahedamalanum Erbasavatokem Ovathokemivafiayothoraham Avhyanaparikitinatanamzayomulaknasenkarinajamanum
三配五的一八二给很慢能三还知道能不能分那怕变就麻烦能被问差啊怕就先他那非是那怕就先得先开的慢了三么怕能明发怕就那爱被问 care 对于临死的人在心落成或或分灭时代表仪式终结死亡的死亡心即与灭尽。一旦死亡心灭尽，下一世的劫生心升起，时如此获得的目标，依情况有依处或无依处之处，它是由受到无明所束缚和已可在尚未根本的行业所生，称为劫生心，是因为他把两世连接起来，受到相应明法同作为相应法的住处而成为他们的导者。劫萨之注读说明，临死的人在一世当中的最后一个路过程升起之前有分心波动了两次之后即停止，过五门心路过程是以原见于根门的目标而升起，或者是一门心落成允许呈现于一门的六所愿之意而起。于例若这最后一个心路的速行只升起五次，不是如平时般升起七次，这心路过程本身缺少业的能力，而只是作为过去业成为另世的管。在塑形后，两个比所愿可能会升起有升起，有时候是有分随着最后一个塑形之后升起，然后作为最后一个新的死亡心升起，指死亡的作用。在死亡心灭尽时，命根亦被切断，此后身体即指一堆无生命的时节生色，直到死尸毁坏成灰为止。死亡心灭尽，在死亡心灭尽之后，在心事的劫生心即刻升起，愿取前一世临死所行的目标。在有色法生存的此心由心所依处所支柱，但在无色的则没有任何处，它是由行所产生，此行即是去速行之业，而此业的根基则是两种生死分无明与可爱两种潜在倾向。劫生心由其相应明法及相应心所陪同，由于作为相应法的助而成为他们的祈祷者，并不是因为他比先生起而成为他们的前导者。劫萨八戒劫生心的所愿。Morrison Sayan Pen Examen Davatan Pap Eva Javanani Patikan Katabani Tapat Kapanalan Ben Su Apatan Matsu Parentus Eva Moranan Hodi Tauda Patisan Hikavan Gong Pai Kap Panalan Ben Hodi The Titanium Cat Fakal May Fakar Patent Diet Far Agahedon Kamanamidon Gatin Imitati Apat Kapanam Atai Malam Apalabati Kaman Pana Atai Tamiva Tap CN Far Agahedon
teni penas abani pipari tetemapus abani。于此，当知在临死心路过之时，有个软弱塑形升起。因此，若死时是缘取呈现圆门的，现在所愿心一事里结身语，最初几个有分心也都愿取在所愿。对于结身，当由六门之一所识目标事业过去相识，该目标可至现在所愿或过去所愿。但作为目标的业则必定是欲的，而通过一门识之。这一切欲界身的目标只是有限法而已。杰萨巴之主说明，杰心语最初几个有分心也都愿现在所愿于在死亡时所识之的现在所愿，其寿命可能会持续到下一世的身心。新出几个有分心的时刻，因此后两种也能愿取现在所愿。欲界结身等等，若结身心的目标事业必定是过去所愿，而且是通过一门实质的法愿。若目标事业相，他即可能六门任何一门实之，而且已是过去或现在所愿。对于作为临死目标的去相，不同的论师有同的解。有些论师包括阿毗达摩一往事的作者，认为去相必定是通过一门实之来色愿。他们解释阿耨罗陀尊者在书中写的内容为，当目标事业相时，他可以通过六门的任何门实之，而且可以过去现在所愿。当他是去相时，由第六门即一门实之，而且是现在所愿，其他论之或列敌都反对这种诠释，认为其见解太狭。他们便说阿耨罗陀尊者所写的肯定的含义，即是说去相可以是过去或现在所愿，也可以呈现于六门的任何一门。列敌长老认为，阿毗们常提到是呈现于一门的现在色所愿，这只是基于其最为常见的呈现而如此说，其实它也能以其他呈现，譬如地狱众生的哀嚎、天界的音乐与香味。第九，广大结身心的所愿。Vakaraka descend daya panputam kama nimitam f lambanam hoti Tathavaru descend daya cm hashtaputam padikputap ca kama nimitam yathuraham lambanam hoti。对于色界结身，其所缘是概念以及定是相。同样的，对于色界结身，其所缘是概念或广大心以及必定是A survey saturnum panakivatana vakami vaisani devana patit natai Tasmati irupe pa and hikama Arupa arupe pa to send hika
sansarupara-paipatisandhika 对于无想有情，升起为劫生的是命根九举，因他们名为色劫生。无色界的有情名为非色劫生，名劫生。其余的名为色非色劫生，色与劫生。劫萨九支注读说明：色身心的目标即是产生劫生禅那所愿的四相，这四是概念也是业相。第一与第三无色界劫身心各自都是口边与 无所有的概念。第二与第四无色界劫各自的目标是第一与第三无色心，及他们的目标都是广大。上述的目标都属于业相，无想有情有心的，所以在劫生时并有愿取任何标。命根法句是其中一种用命根的色欲，见第六章节十七。节四十生的法则。Arukuti Yahanti Thimura Pahjita AmaraRepresent DCA Tathapam Tatuka Rupuvakaragati Yae Hachura Hiasiyan Fakal Multihitam Hakamuf Eva Akura 当在无界的梵天此时，他只能投身到更层次的无色界天，但不能投身到较低层次无色界天，他也能够沾阴经投身到欲界。当在色界的梵天，此时他不会以无阴结身心投身。当在欲界具有三阴的天神或人，此时他有可能投到任何的地方，其余的即此时是二因或无因，只能投身到欲界。 I am executed in Hikamo 于此，这是有关死亡与劫生的过程。节四十之主读说明：凡夫有学者之间的投身法则有很明显的差异。上文只提及凡夫的投身过程，我们将先解释凡夫的投身过程，然后解释有学圣者的。无色界的有情能够培育与其层次同等的无色禅，但不能培育较低层次的无禅。所以当他们死时，他们能生在一界天或较高层次的无色界天，但不能投身到层次较低的禅天。然而若他失去禅那，他们即会以尽行命之力到欲界，因此是欲界三因果报牺牲到欲界。无想有此时会以二因或三因的欲界果生到欲界。在其他的界天的犯死时，若他已证的无色禅，他即能投身到无色界，若他已证的色禅，他即能到色界天；若他造了强的倾向欲界之业，他即投身到欲界。对于在色界天后
升到欲界的梵天，其欲界结身心是二或三因。对于在欲界的三因者，使他们有可能投身任何一界，因为欲界的三因有情所有种类的业。对于在欲界的二因与无因，此时他只能投身到欲界，他们下一世的身心可以是两种因推度心之一，或任何一个二因或三因的欲报心。对于圣者，他们的死亡心肯定是具有因，如三因的人是不可能证得到的。有学圣者能投身到同一界或较高的界，阿罗汉死后则当然不会再投身任何界。节四十一，心之相续流。I see. Even Gahita Patis and Panam Panapatis and P. Narayanan Charitopaputitam FM Arabatasitam Yavakutisitapadasati Visitap Pates and Kahavana Avangsantatis and Kadamanaskina Adis Sotofiapavati.Pariyosensea Kavanavasnakusitam Advanrajhati Tato Parabsea Patisepe Oratakakam Iva Yathakamami Arava Tentapavatenti。 所以对于如此投身者，在结身心之后，即刻就会升起十之同一所缘的同一种心，有如河流般不断的流下去，只要没路过能升起，它即会如此流下直往为止。由于它是有即生的因素，此心被称为有分。在生命终结时，它成为死亡灭尽后即全停止，此后结身心与其他心有如车轮一般继续次第的转起。节四十一之注读说明，在身心灭尽之后，即刻就身心之后有十六个有分心起，然后就各一门转向心，以及七个有宿行 Avernikanti Javana 即贪着心生命行，这在新仪式里的第一步过程，人员举结身心为目标，先宿行心是欲界邪见相应无形的贪。当这心路过程结束时，有分心即待灭，只要没有心落成升起，有心即会如此不断的生灭。如此心之流从结到死亡，又从死亡流到心仪时，就有车轮一般次第的转起。节四十二，节 Pat and keep having this.Kutis ahasabe even care Punahik and gum ICC ayan Parfaitis and tati Patis and kaya pen atam at huva Atisvapadamakutan butha The mudChino Sino Ben Pena Samom Esisore Asabata。
即有如这一世，在下一世劫生有心路过程与死亡心也是如此升起，以劫生即有分心相续留在此起。常自治的智者，生命无常，觉证之境，完全断除了贪欲的劫缚，证得永久的寂静。Ati ahit homo sankhi fisimata savai pagonama kamo parakido。阿毗达摩概要里为心路过程之概要的第五章至此完毕。